朱志贤黎振业男方拖老婆现身，自己未必能够再在幕前演出。朱志贤黎振业偷情事件还未完，前日朱志贤拖谢东敏开记招道歉，今日凌晨时分再有其他媒体更新消息，黎振业终于露面，更是拖着老婆见传媒。有媒体成功在黎振业妈妈楼下拦截他们两公婆，黎太接受访问时表现紧张，但表示虽然嬲，但已原谅老公，因为孩子的存在兼有多年感情，更希望 TVB 给自己老公多一次机会。他也希望朱志贤能尽快走出阴影，而黎振业则表示自己会改过自身，希望用时间吊淡事件，令老婆真正原谅他，更指这不是口头的承诺，会用行动证明。他也表示自己未必能够再在幕前演出，但鉴于小朋友快要出世，就算体力劳动，厌恶性工作都要做。黎振业再指没有再联络朱志贤，更说自己平时不会联络女同事，最紧要太太无事，希望自己回复几星期前的自己，暗示与朱志贤只有几星期关系。